嗨，你好，我是王一博。人生中有很多遗憾，但是没有必要提，遗憾就遗憾过去就好了。你是一个不太往回看的人。就是看他干嘛呢？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回忆，因为我是最后选择了他，所以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开心的，是快乐的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是痛吧，但是快乐的话就是很简单，是一种放松的方式，是享受自己在音乐中的方式，或者是进步的时候也是会快乐，主要也是出去能够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会觉得没有很孤独。累是肯定的，因为每天都在训练，累是肯定的，对，其他的就还好。一博，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？就怎么，就可能喜欢可能不会再放在自己身上，我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什么一个个体，我观察我自己没有想过，可能更多的去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收获最大的就是我没想过收获，其实就是一直在努力做自己。对，因为一博活成了很大部分艺人想要的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感觉？就可能人更多了，但是自己还是自己，还是做同样的事情吧，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，那继续主持，然后继续拍戏，只不过可能身边的变化是比较大，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，肯定会给自己提醒，因为观众越来越多了，很多只眼睛都在盯着你，肯定自己要继续做得越来越好。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赛事场上，我做的都是我自己，没有说我要为了谁做。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，我没有想要传递给别人什么，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。